那些不愿改革改成呢这个天主教的人呢，烧到缺木头，烧到缺木头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就被称为呢是那个血腥玛丽。血腥玛丽就是因为他杀人无数，好杀人。所以我想来到英国，他们会讲了很多历史，过去战争死了多少人过去杀了多少人的头。各位，我们不能当作看电影一样啊，哇，他们好可怜啊，他们被杀了，他们现在不知道脱离痛苦没有。就像那一天我们在巴黎吧，他们讲了圣女贞德，对不对？最后是被火放火烧掉的。那各位，你马上要修，你就变成圣女贞德，被火在烧，为了不一样的宗教信仰，他被火烧死了，那一种感受你要有啊。这个就是修学佛教，特别大乘佛教的基本。如果没有这个感受，那你就不需要佛法啊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没有得癌症，或是你的儿子在得癌症，你根本不需要医生。你为什么要找医生？你为什么要拜佛？因为我儿子得癌症，所以我要把佛陀的智慧功德帮助这些受苦的母亲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就变成那一个连接点，这个一定要抓住。所以我们活着可以把光明布施给黑暗，我们就是那个按钮。所以我们活着可以把食物给那些没有食物的动物，可以把光明给那些黑暗的众生，可以把快乐给痛苦的友情。那这就是我们来学佛的目的。这不会换别家老母，哎呀，妈妈都最晚吃了，先给我吃。历史古堡园区占地501亩，从入口走到古堡，会先穿越一大片的树林与花园，草原一路铺展而来。草丛里闪着微亮的水光，粼粼水面，云朵伴舟，和风乘着光芒悠悠荡荡。风淡淡的穿梭在野花和蔓草之间，水边的草地里，野鸭燕鹅自在栖息成一片祥和自在的风景。海涛法师带着大家以吐司鸟食与他们结缘，奇鸟们踩着摇摇晃晃的步伐，在平静的草地上掀起欢欣的涟漪。恭喜啊！
差不多 black， 好可爱，看两个弯。